队长大人，吃药了。你鬼鬼祟祟来我房间干什么？小二说让我看你吃完药。 你放那吧，我一会儿自己吃。你吃完的水吧。给。水太烫了，重新倒。你知道吗？女人每个月那几天的痛。 加3倍就相当于是分娩时候的痛，你知道女人生孩子有多痛吧？就像是把你下嘴唇掀起来盖住整个脑袋一样，大概就是这么痛。所以每当这个时候，就算是哥斯拉入侵地球，我也能一脚把它踹回海里，就是因为它打扰我做一个安静的美少女。所以喝水、吃药，别作。 再喝一口，生病就是要多喝热水。哦，对了，不能空腹吃药的。我点外卖，你要吃什么？我想死。你要死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陛下，你要死也要死在陆月这个乱臣贼子之后吧。 你想吃什么？黄焖鸡米饭、麻辣香锅、日本料理还是韩国菜啊？不许说不可以。你怎么肚子痛、胃口还那么好，还有肚子痛，吃料是什么鬼啊？我是给你点的，我想喝粥。哦，我也想喝粥。嗯，我想喝白粥加红糖那种。叫外卖吧，红糖煮完了以后，粥到了自己喝。 这些粥店都没有白粥，唯一有的几家评价还不太好，算了，自己煮吧，正好我也喝不惯外面煮的粥。你先睡会儿吧，一会儿粥好了我再叫你。 这世界很酷。